我们要录音。车子真的停车去哪？我们先 go to。要走的。飞机，然后我的朋友来载我，所以 What's up, guys? My name is WCY. OK. 刚刚为什么跟车子真的停超远的？干嘛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树德一之士。他是我的朋友，然后他读树德。德一之士。那马丁还是 fake 的？这是真的，这一双要6400哎。你真的买马丁？大家好，那个可以欢迎来我的那个。这是我新出的单品，叫做马丁鞋，要7000块。如果买的话，只用8000块。买的话，只用8000块。那可以来捧场一下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车上，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去巨蛋买个蛋糕，因为我妈妈明天生日，我要放在我的 vlog 里面。冬令巴贝山山山山山山什么？哎哎。听着听着，再讲都是我的后面后面，我一个都不许动，一个都不许动。我终于是你的 homie 了。别、yeah, yeah. ，OK， 一个都不许动，一个都不许动。哎、敢动我跟谁拼命啊？我有一个秘密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但我不告诉你。你知道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我们到巨蛋了。我是树德一只翅。我们刚刚在打太鼓，然后呢，现在发现他的钱包没有拿，所以我们准备要赶回去找钱包。眨眼，快走！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蛋糕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少啊？1080。1080吗？好，那这个嘞？也是1080。哦，也是1080吗？这个里面是什么？巧克力海绵蛋糕，卡士达。谢谢。哪一个比较适合做生日蛋糕？好，有多的跑道里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谢谢你发现我。我们买了这一个，你帮我挑一个。红心嘛，红心。蛮可爱吗？蛮可爱的。我们刚刚想说再多买一个。走吧。大家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再见，拜拜。会帮我再帅一点好，反正我本身长相就不够帅。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吴君佑的。我是非常推这里的牛排，因为它的香肠非常顺。等一下，还没有发现时。啊，完美。啊、你白说你拍不到，不要这样。你举起来呀、啊！看看，给他看一下这个，这个。超 Q 超软的。先为大家试一下。它这个卤汁已经完全卤到这个香肠上。你看，它每一片香肠都是这么薄，而且。真的是真心的，零点五公分，这个大概只有0.5公分，而且完全不油腻，很香很香，好好吃。
就这个香菇鸡啊，不是香菇鸡啊，这个鸡汤为大家喝一口，超甘甜，是甜的，真的啊？这让我想到那个台中乌马的那个鸡汤高汤，超甘，你没喝过鸡汤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吃的，好爽。OK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或分享，或按个喜欢，或者是追踪我的 IG， 或者是我的微博账号，是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我的全新 YouTube 会员已经上线了，大家可以先去订阅一下。之后会有一些悠悠私下的，每周三晚上，你是说你叫悠悠吗？有一些悠悠私下的。加入我的会员，那我们大家下次见哦，拜拜拜拜。今天24号，也就是我妈咪的生日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茶六，要来吃茶六，然后她是我的妹妹。骰子牛，Watch, Prezi playing Jane, Yamagini chain, rest in peace to my superior.